各位大家好，我是 David 高明章。很多好朋友们都听 David 讲过，四年前80元的市心涨到现在1900的故事。当然，可惜当年买太少。David 现在有一档跟当年80元的市心很类似的故事，这一档股票我会放在我们的 Lite 生活圈，如画面所示，请直接加入我们 Lite， 把最新的标股拢在手里。华冠投顾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，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华冠投顾一一一金管投顾新字第015号。